队长，哎，你的花，哪儿采的？那边山头上，真漂亮。来，坐下歇会儿吧。 出汗了吧，擦擦。我这儿有，谢谢队长。什么队长啊？叫嫂子。谢谢嫂子。来，喝一口。啊。其实啊，我早把你当弟了，真的。 立新常跟我提起你，说你像他亲弟一样，还总夸你，有才华又勇敢。我当时就想啊，立新就很优秀，还总这么夸你，那真是谦虚啊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哪儿是什么谦虚，是变相的自我吹嘘。你想啊，他总这么夸你。 那他这个当哥的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，你说是吧？我呀，就是上他的当了。我倒是觉得是我们政委上当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呀你？你觉得你们政委很吃亏吗？我没这么说呀。 不过准确的说，是我主动追求的他。他那会儿说要打完鬼子才结婚。政委说的对，匈奴未除，何以为家？陈词滥调！我都老姑娘了，我可等不起。你们那个傻政委，老封建一个。 每次见到我都害羞的跟大姑娘一样，弄得我倒像个老爷们儿，就连拉手还是我主动的呢，吓得他浑身哆嗦，我以为是被尿憋的呢。你会笑啊？ 你谈过恋爱没有啊？没有。真的？你们大学不谈恋爱吗？不谈。那我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吧。我有过一次暗恋。哎，我把你当弟才告诉你的啊，不许告诉老彭，听见没？ 听见没？说话。听见了。那是我们女中的班主任，不光我，全班女孩都喜欢他。但他后来被军阀杀害了。我第一次见到立新时。 那感觉就和我们班主任第一次给我们上课一样，一样的英俊，一样的潇洒，一样的儒雅，又不失阳刚，弄得我小鹿乱撞的，这才主动追求的他。你不许笑！我好想快点打完仗，我好想回到立新身边。 那时候我一定生很多很多的孩子，男的像他，女的像我。我让孩子们在美丽的大花园里面尽情的玩、笑、唱，多美呀！都怪这该死的战争，该死的小鬼子们。
让多少人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爱情。我们是要打鬼子，但生活也要继续呀。我们不但要在战场上打败他们，在精神上也一定能战胜他们。虽然我们现在正在经受苦难，但绝不能失去向往美好生活的勇气呀。因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，美好的明天也一定是属于我们的。一定，一定！嫂子，你和政委真像，你们以后一定会很幸福的。哎哎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是我们平遥马帮的顾武啊。哦，是五爷啊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啊？这个大刀没赶走啊，这不绕道过来的吗？您快把城门打开，你看这兄弟们又累又饿呀。五爷，对不住了，咱庄的规矩你也知道，日头一落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咱们又不是外人啊。我来你这庄上也不是一趟两趟了啊，你还信不过呀？不是信不过，是没法子。今天老太爷交代了，谁要犯了庄规，那可是要赶出宗庙的。你恨不能眼瞅着我这么多兄弟在这荒郊野外的待一宿吧？啊，哎，您再给通融通融。真是对不住你了，确实是庄规不敢犯呢。哎，五爷，你们一直往南走，不到一里地，那边有个瓜棚子，你们就在那儿将就一宿，明个一早就可以进庄子了。那走吧，走吧，兄弟们，走。那就唱个我们家乡的小调吧。来，好，大家唱，唱，唱！正月里是新年喽，咦哟喂！嘿，我去拜年喽，喂！嘿，你那一儿嗦，那羊却叫，叫着银哥，叫着银哥。没玩儿要过河，是哪个来陪我嘛？
大爷可没带着钱，可是咱们也是干卖命买卖的，别伤了和气。就你那几个臭钱，大爷我还真不稀罕。命啊，白给俺就替您收着。听好喽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濮阳庄民团团长陈大眼儿，就是俺。 小子，小心！濮阳庄民团的弟兄是吧？我们是八路军独立团的，正好要去濮阳庄的，还麻烦弟兄们带个路。哟，我真是八路的。俺们知道你们要来干嘛，只可惜俺们石头庄子有规矩，从来不和官兵和队伍打交道。好话我就说到这儿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大路朝天各走半边。 请回吧。倘若有谁要不识抬举，可别怪俺们手里枪子不认人。我们远道而来，是奉命专程来求见老帮主的。这样回去。 恐怕不好向上级交代吧。再说，也不是你们濮阳庄的待客之道。这位女长官好胆识，只是国有国法，庄有庄规，只要是带枪的，谁都甭想进这庄子半步。若是你们要诚心想见咱老太爷，可以把枪放下过来。 嫂子，我跟你一块儿去，我也想会会这个一直中立的老庄主。稳住，四合哥他们就在附近。好，千万别伤他们。是，让路。你们小心。老二，燕云，给我看好了，谁要是不老实，先突突了再说。放心吧。 让开！相传这庄子的祖先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名大将，洪武年间又曾跟随燕王朱棣两征漠北，为封侯爵。建文帝登基后，以防燕王篡位，便夺了这陈觉爷的兵权，还罗织了罪名把他打入天牢。后来朱棣起兵造反，这才被救了出来。但这个陈觉爷又不愿意反叛朝廷，险些被燕王杀害。几经磨难，他看透了这皇家宫斗。 才举家隐居了在这儿，过上了桃花源般的生活。看不出来啊，这石头庄子还有这样的历史。不是女长官，对俺们庄子来历了解的还挺清楚的。既然知道俺们庄子来历，想必一定知道俺们庄子的规矩，还在这儿费什么唾沫星子？你家祖先躲的是皇族内斗，现在呢？ 是异族涂炭中华，我相信陈觉爷在天有灵，也不愿意看见子孙不顾民族大义苟且偷生吧。少废话，我可不懂什么大姨小姨的，哪个姨来都不好使。俺就知道，俺们这一亩三分地，他姓陈。外人，甭管什么晋绥军、小鬼子啊，还有你们八路军，都甭惦记。 看，狗日的，眼光还挺舒坦。哎哎哎哎哎哎！
五爷，您忙什么呢？没忙啥。啊，两个过路的找给老太爷请安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这不前几天嘛，绕道过来，晚上才到，没进得了庄子，荒郊野外的路出了一宿，九个兄弟啊，病倒了两对半。对不住了啊，庄里的规矩，天黑不见生人，您多包啊。 这兄弟们都不打紧吧？看了大夫啊，我休养几天就没事儿。哎，这趟你可耽搁了，少挣不少吧你？哎，这个挣钱它憋得要命，您说是不是？没错啊，这世道啊，活着都不容易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哑巴呀，修修蛮子。行，改天请你喝酒，我请，算是给你压压惊。哎，好，多谢。哎，走。放心，怪累的。咋称呼啊，兄弟？嗨，瞪着眼睛干啥？咱又不是打仗的死对头，随便扯个家常嘛。我家就是五郎庙的，离你们庄子东头不到三十里。头些年还经常上你们庄子赶集呢。你五郎庙的？那还有假呀！我是冯家沟的，小时候俺爹带俺经常到你们庄子买皮子、山货的。哎，庄子西大街那个卖凉粉的还在不？ 我最喜欢吃他家的凉粉了，又酸又辣，辣出一身的汗，可这心里边又透着凉快。掌柜的老爷子还特好，每次我去都多给我大半碗。哎，老爷子还健在吗？在呢，掌柜是俺爷爷。哎呦，哎，感情是少掌柜的呀。咱俩指定见过面，那时候小记不得了。哎，回头问老爷子好啊。庄主到。 放肆，来者是客，一点礼数都不懂。两位多见谅，乡野粗人不懂规矩，冒犯了。二位是？陈老庄主，我们是八路军独立团工作队的，我叫赵月。这位是？钟孝同志。原来是赵掌柜、钟掌柜。陈老庄主。 这是独立团曹团长给您的亲笔信。二位，请。谢谢。上茶。 二位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了，请。谢谢。两位长官，贵族踏见地，有何指教？是这样，我部奉命进驻虎狼庄，工作队先来打个前站，和庄主来商量一下驻军细节。
这位女长官说话倒是快言快语，不绕弯子。请问进驻怎么个进驻法？当然是堂堂正正的从城门昂首阔步的进驻。就像今儿个一样啊，那也叫昂首阔步？哈哈，不得无礼。长官见谅，小的们也惯了。 不瞒长官，小庄有小庄的规矩，不沾染官家的是非，不和军队打交道，所以，请转告曹团长。我们久仰独立团的大名，钦佩你们维护一方，更感激八路军还操心着咱这小石头庄子的防务。不过。 咱还有几条枪，还能自保，就不烦劳贵军了。谈不上操心，守土卫国，杀敌去寇本就是我们的职责，所以我们。长官，请恕老朽直言，我们偷生在这山野荒原，就是为了图个安稳，所以。 不想与贵军有交集。当然，也请八路军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干出辱没祖宗的汉奸勾当。我们只求中立。中立？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在保家卫国流血牺牲的中国军人和烧杀掠夺的侵略者之间中立？ 老先生，看你也是个饱读诗书的人，这么龌龊无耻的话，也亏你说得出口。口儿，你说什么呢？都说八路军是土八路，尽是些草莽泥腿子，没想到二位。 一位是巾帼不让须眉，一位又是如此俊秀的书生娃娃，老朽真是开眼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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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娃娃，你不必跟老朽谈经论道，老朽不是军人，保卫不了这么大的国家，只求保全这陈姓一脉的安宁。 怎么，庄主，您认为是您保全了您的宗亲，保全了这个小小的石头山庄吗？长官，您是何意？濮阳庄富庶一方，更是兵家重镇，鬼子四处烧杀抢夺，想要灭亡我泱泱中华，怎么独独对濮阳庄敬而远之？这两年要不是晋绥军做后盾。 怕早就不是这个局面了吧？这话也不能这么说。咱们石头庄子，山势严峻，兵强马壮，不是谁想进来就能进来的。不错，以前是晋绥军驻防在山后，可是现在已经撤防了。小鬼子也不能奈我何呀。庄主，请恕我直言，鬼子对濮阳庄按兵不动的原因无非有两点：一。 晋绥军虽然撤防，杀个回马枪也是片刻之间。二，更有我独立团在，虽然您不愿意与我们有所交集，但我们绝不会坐视濮阳庄被涂炭。鬼子若敢进犯，就算谈不上增兵救援，我们也会攻打其身后县城，围魏救赵。恐怕您也是看准了这一步，才胸有成竹，以此威胁，和鬼子达成了默契吧。 这么说，我们还得感激你们八路送的这个人情了。哼，大可不必。你们请回吧。真是有那么一天，我们庄子遭到了冰火之灾，我们定不会借你们八路的一瓢远水。好，这话说得好。可这人做的，就像是打断了脊梁的赖皮狗，没骨气。你这，钟同志话重。 可显而易见的是。
鬼子妄想奴役我整个中华，为什么偏偏乐见濮阳庄的钟离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没有做辱没祖宗的汉奸勾当，现在所谓的钟离呢，亲者痛仇者快，你们把中国军队挡在大山里，替小鬼子看门守护铁路供给线，这儿除了少了面膏药旗，敢问你们所作所为又与汉奸有什么不同呢？我说你怎么干上八路了？家没了都让鬼子给烧了，爹娘让鬼子杀了，再不拼着命的跟他们干还算人吗？你问问这帮兄弟，我侄子还是个奶娃子，生生的被狗子们撕成了两半，王八羔子，我们家七口人就剩我一个了，不当八路不拼我还算是个人吗？这帮小鬼子可把咱中国人害惨了，全是畜生不是人。兄弟别难过，我告诉你说，这帮小鬼子长不了。没错，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，绝对长不了。都去开枪，都听好了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伤人。是是，幸亏咱们分了两队，不然真让人家保了院了。长官，我刚才说过了，我们不是军人，保卫不了这么大的国家，所以长官你的指责老朽不敢苟同。在此我倒想问问你们，身为军人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，令百姓遭殃，遍地狼烟，国土沦丧，你们还有什么脸面来指责我们？国难当头，一个有良心有热血的中国人都应该同仇敌忾，誓死抗争，还分什么军人百姓？如您所说，我一个女人，她只是一个书生娃娃，我们何尝不想安享太平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无论妇孺老幼都应该做出抗争的最后吼声啊。啊，长官多言无益，别伤了和气啊，请坐请坐。长官，我就想问您一句话，如若贵军进驻了毕庄，鬼子得到消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你们将如何应对？能确保这石头庄子的安宁吗？庄主，我不想讲大话，眼看着大半个中国都让人占了，作为军人我们羞愧至极，但我们能保证会与鬼子血战到底，直至拼尽最后一滴血。这不是拉我们陈家庄给你们八路垫背吗？屁话！为子死孝，为国死忠，都不抵抗，都怕死。你们这小石头庄子就能安宁了？你们这陈氏一脉就能苟活了？话说白了吧，要不是前有晋绥军，后有我独立团，有我们这些拼死的人，你们跟谁中立啊？就你们这小石头庄子，早就被小鬼子里应外合踏平了。你们这些祖宗木牌，倒是能给小鬼子做木屐拖鞋。炸！老太爷，让我宰了这些狗东西，把他们脑袋都挂在城门楼子上，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都看看打咱们庄子主意的下场。你对中国人倒是挺横气，就是不知道见了小鬼子，这腿会不会软？信不信我先崩了你个小白脸！退下！哇，
倒是慷慨激昂，有几分胆识。我没见过你在战场上怎么样，不过今天你似乎连我的城门楼子都没看见，就叫这帮乡民村夫缴了枪。哼，朕不知道贵军的战斗力就是靠这么的吼叫和演讲吗？老庄主，我们不是来打仗的，我们是来交朋友的，我们是来中国人自己的地方的，我们不是四处杀人放火的鬼子强盗啊！庄主，庄主，哎呀，大爷，八路，八路怎么了？说，八路他们还有一队人马，你们刚走，他们就摸上来了。那其他兄弟呢？兄弟们倒是没事儿，就是枪让他们给下了，现在都在山坡上候着呢。下去，是是。庄主，我说过，我们是来交朋友的。我们八路军的枪是不会对准自己的同胞的，但我们是军人，不习惯把枪交给别人保管。你刚才说鬼子要里应外合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肯定是干了什么汉奸的勾当，顺了鬼子的意，要不然就你这小石头装的，早就高傲旗满天飞了。这，哼，你不必危言耸听。这石头庄子都是我们陈兴的一脉血亲，没有外人，更没有你所说的那种吃里扒外的贱骨头，是吗？是吗？嗯？那街口的那个哑巴，也是你们陈氏的宗亲？哈，你说那个鞋匠啊？他不是我们本庄的，是两年前逃难到这里来的。我们老庄主看他手艺不错，而且人还挺本分，允许他留下来。可他是个哑巴呀。那就叫你们这个哑巴过来说说话，唱唱歌吧。哑巴说，哑巴。大眼儿。去，把哑巴给我叫来。哎，啊啊，请请请，哑巴，哎，哑巴，对嘛案子呀？给我修缮修缮。你是说让我明天下午过来取？啊啊，好。哎呦，爷爷，在呢！哎，我说哑巴啊，俺们家老太爷，老太爷，老太爷，哎，让我过来请你，给那个老祖宗，这甲胄啊，甲胄修一修，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好，走，请坐，我替你看一下我事儿。唠叨了，哑巴啊，又唠叨了。走走走，快点快啊，太热快了啊。老太爷打赏，别忘请客啊！哎，跟上！再说你笨话！老太爷，我把哑巴叫来了。哑巴，不谈甲胄的事。这位先生有话问你。听得见吧？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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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跪下。跪下。惊了他的同伙，起来！对不上，好好的，骗了我们那么多年，带着是。原来他装成哑巴不能出声，但心里又哼唱着自己家乡的歌谣，这才忍不住拿手拍打着节奏。娃娃，阿伯，钟长官真乃神人呐，对鬼子的心思真是了如指掌，老朽真是钦佩之至啊。这刚哪儿到哪儿啊？庄主，小钟同志也算是久经沙场了，并且日语十分的纯熟，曾经不费一枪一弹便端了鬼子小王庄炮楼，被传为佳话。你是长官？你说他就是亲手屠了五鬼，毙了山田的小书生？怎么，陈团总听说过？长官大恩，俺替恩娘、俺姨娘给你磕头啊！陈团总，小王庄婚宴被灭门的刘家，新媳妇是俺姨妹，俺姨妹自幼命苦，从小没了爹娘，是俺娘一手拉扯大，这眼看着就长大成人，这刚嫁了人，没想到他一家就被小鬼子给杀了，眼看着喜事变成丧事，俺老娘俺老娘她哭瞎了双眼，大恩在上，小的无以回报。忠孝，忠孝。陈团总，原来你也有亲属。我当只要你们陈氏一脉安宁了，你们就与世无争，事不关己了呢。老庄主，濮阳庄的安宁是怎么来的，我就不多讲了。您这陈氏祠堂香火鼎盛，可庄子外面呢，有多少曾经安宁的村庄变成了废墟坟冢，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躺在了侵略者的屠刀之下呢？
庄主，他们也许不是您的宗亲，但他们中间就没有您的亲朋旧友吗？他们不也是您的血脉同胞吗？您家祖上陈爵爷当年驱除鞑虏，壮我中华，这才有了百世流芳，香火相传。可不知百年过后，这濮阳庄的后人又怎样评价您和现在的濮阳庄呢？心里